为着让更加侪民众熟悉交通安全的观念，台北市警察局内湖分局特别制作历史上的今仔日影片，提醒驾驶人注意，当月时爱会记得减速、观察、拍方向灯三原则，才会当确保行车安全。四月二十九，台北市内湖新公路一段，一名驾驶因为要登月的时阵无注意，甲机车相撞，初步判定是无减速所造成的。内湖警分局特别制作影片来提醒驾驶人。内湖分局呼吁，伫登月时一定要会记哩减速、观察、拍方向灯三个原则。为路口要正月时，一定要先拍正边方向灯，再来完成登月，确保行车安全。记者周丁华采访报道。